先说好，你想找的是哪一个我？盛大无前，来让一切灰飞烟灭。在加入烛火之额之前，维尔威是作为一个欺诈师活跃于世界各地的。他拥有非常过人的学习能力，因此能够在伪装成其他职业的时候，完全掌握相应的专业技能。在他作为机械师被烛火之额发现的时候，他只通过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的自学，就完全掌握了机械方面的相关知识。在他接受超变手术之后，正是因为拥有这些大量的不同种类的知识，他才能在把它们分门别类的储藏起来之后，以不同的身份出现，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维尔威。从 IP 那里拿到了他的几个关键词汇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些拆解。比如说像他的多重人格，有各种各样的职业，像魔术师、机械师等等，这些我们都体现在他的身上设计上，同时融合了蒸汽朋克和齿轮这些元素在里面。像他的背上，玩家在玩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一些自动在那旋转的齿轮机关，在他的手上有一个钢旋驱动的手甲。他的发色有两种颜色从中间分开，体现他的多种人格的相互冲突。就像我们一开始对他介绍那样，在他身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质，就是矛盾。他给我们的表现也是他是一个天才，能做到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但是在他自己的内心里他不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们在揭示了他真正的本我之后，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末世里面，他虽然是一个天才，但是他不能改变的事情还是有很多。这种情况会让他刻意压制自己想要改变世界的这么一种想法。而如果当他不再持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所能发挥出来的能力可以被称作某种意义上的人质的顶点。那威尔威的性格呢，他是具有多重人格的一个角色，再加上呢蒸汽朋克呢是一种魔法与现代的结合的一种风格，所以说呢我们就想给予威尔威一种驱使不同的炮台机械进行一种第三人称射击的战斗体验。在实际战斗中呢，威尔威呢其实他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没有普攻的角色。他的输出手段呢，就是他会召唤各种各样的炮台，在战场上主要是召唤多管机枪和火炮进行站桩射击的一个攻击，其次呢可以辅以迫击炮作为一个远程自动的协助攻击的手段。同时呢因为在站桩射击的时候呢，角色玩家会比较固定，就是呢为了丰富玩家在战场上的灵活度，我们给予威尔威可以在炮台之间进行一个自由穿梭传送的一个技能，可以让他在战场上更加灵活。他整个肢体语言都是会比较夸张一点的，包括他的机枪、大炮、战车，还有他身后的盘子，这都算是他表演的一部分，都是他的道具。他会借由这些道具进行各种花活表演，在炮台上下穿梭跳跃啊，然后扔个帽子表演个大变活人啊，这些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动作放在他的身上好像也都比较合理。在我们设计他的那个大招的时候，决定使用战车这种设计，就要把他的几种炮台全部融合到同一个战车里面，这个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挑战。我们针对这个问题，从人的身上和炮台还有战车里面，我们取了他们比较相近的一些机械元素，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开启必杀技的后，威尔威呢在作战方式上会与之前炮台上会有截然不同的一些表现。在设计上，我们希望威尔威是作为一个大魔术师的性格出场，进行一场盛大的一个表演，从帽子中呢变出他的战车。威尔威驾驶战车驰骋在战场上，如豹一般倾泻他的炮弹轰向敌人。最终呢，威尔威还会做出自毁战车这样的疯狂举动，作为他的完美谢幕。整一个大招演出呢，是希望营造一种嘉年华般欢乐的氛围，那给予玩家一个很亢奋跟高兴的一种体验。
至于实现它的这些装置和机甲的这些部分，它主要是会有比较卡通化的一种表现方式，会有齿轮咔咔咔的结合呀，然后大炮出来的时候出到一半卡住，然后再弹两下再出来啊，主要是通过这种比较有趣的方式来实现属于他的蒸汽朋克感。做维尔威就很快乐，可以给他做得很夸张很无厘头的动画，然后做起来就很有艺术，很开心。谢幕之时尽情欢呼吧。虽然维尔威有那么多重的身份，但是呢，不管是魔术师也好，机械师也好，甚至是厨师，他其实都有一种维尔威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共性，就是事先做好周密的准备，然后静静地等待它运作，然后让奇迹发生。5.9 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提前为后续的事情铺垫了一些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他第一次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这几乎是他没有过的经历。但是他作为一个本质为欺诈师的织网者，可以认为他对于人心的洞察是基本不会出现任何差错的。这场魔术大秀可还满意？